阿宏中医药电台网址 www.ahontp.tw。这个是由我阿宏本人制作主持服务。敬请各位网友观赏，每天拜一到拜五下晡两点到四点，欢迎收看阿宏无所不谈。只要对事无对人，什么代志拢会当在本节目发表你的这个意见甲看法。感谢网友多多起来发表，多谢多啦。江西的新风变大声，人在输赢，今生的爱情也会无人听。阿免悲伤，阿免着惊，最后才知输赢。各位亲爱的阿宏无所不谈，咱在做做网友观众，大家午安，大家好。来，咱现场电话台北公里2977138，现场电话台北公里2977138，咱这个电话依然是活动树林定庆的电话，台北公里2977138。来，咱来看社会新闻吼，这个贾一涵哦，进前判死刑嘛，哦。那么当然啦、啊，法官啊有摕一本书，啊，那么伊伫咧抄这个经，罪咒代表悔悟偌济吗？哦，这是这个记者啊，那么咧怀疑的嘛。哦，标题是写安尼啦，这是自由时报台北报道，台湾高等法院。昨再度开庭审理着不利相思案，被害这个家属哦痛批了。贾一涵哦，由阮伫个污名化死者啦，啊，毫无悔意哦。食肉的时阵啊，哦，熬甜伫个讲啦，哦，乃当哦破心肝哦，或者是讲哦。测量会议的这个仪器吼，就简单一点啊啦，吼。那么，并且伊在讲哦，在这个看守所吼，受洗礼哦，你也看。所以我感觉吼，这种的，啊，这看守所啦，这个洗礼啦，啊，这伫个这个什么啊，
这一个修改啦，这种拢无效啦，啊，这种拢无效啦。做做才要安尼，啊，大家嘛要安尼做，做做啊，再来洗礼，啊，再来修改。哦，伊讲每工祈祷啦，希望讲哦，被害人的这个家属吼，会当行出伤痛啦，吼，有搁较好，吼，伊的这个未来啦，伊意思就是拢安尼啦，啊，伊即马都入教啊哩。哦，入去嘛基督教还是天主教，咱唔知啦。看到入这个洗礼嘛，吼，洗礼咱所知啊。所以有祷告就对了，实在是伊爱祷告伊家己讲吼，哎呦，这个什么呀？这个发的啦，吼，啊，阿弟安孙啊，吼，啊，我都承认的孙啊，啊，这个悔过安尼哦，啊，这个罪吼，你爱搁甲担就对了。应该是安尼啦，好对不对啦？啊，都耶稣去担吼。那么昨昏下晡，听说大概是那三点钟久的，你个想？那么加伊涵吼，伊会算讲变到这个红色的这个算讲头毛夹啊，就对啦，哈。啊，带着法官送乎伊的这个甲绝望奋斗啊，一组。哦，一本书也来出庭了。啊，那么法官，哦，无同款啊呢，换人啊呢。哦，法官是算区的啦，区中医在问翟一涵啊。伊讲哦，书看过啊吗？哦，伊就再一本书，用书看了啊吗？强调这一本书。对于孙阿被害人角度，阿来处罚就对了。哦，希望讲哦，伊看这本资料后，会当有所悔悟啦。哦，将来哦，死刑量刑的时阵哦，讲出你的这个感想。啊，那么假如伊伫个讲啦，有人问我啦，哦，有无抄经书啦？哦，我问因啦。难道会说那抄写经书有偌济，会当代表这个悔悟有偌济吗？哦，这个这个贾一涵回答了真好啊，哦，回答了真好啊，哈、哦，对不对啦？啊，哪敢呢？我阿宏要搁反问呢，啊，亚你的悔过，哦，对的孙阿娘被害人的这个家属，啊来祈祷，讲因后摆。生活会搁较好，吼、哦！啊，行出伊的这个伤痛，你想哪呢？对唔对？对伊这个死者这个家属，有帮忙偌济吗？有帮忙偌济吗？啊，嘛是同款无帮忙啊！哦，对唔对啦？啊，都智慧了的孙阿娘，你讲啊，都真实的哦，啊，我哦无一中哦，也是讲啊，我都。哦，台死啊！恁的这个家属安尼吼，啊，我感觉真反悔安尼啦，吼、哦、啊，我都所有的吼、哦，有一寡钱也好啦，啥物也好啦，吼、哦、啊，我都哦，都代表我的这个悔过啦，啊，无我都我生意就是安尼啦，尔、哦，对不对啦？我看这颠倒，讲甲死者颠倒，较有一点仔帮助啦，哦，你悔个啥物咧？还无拢无效啦。啊，迄拢无效，在我阿公来讲，迄拢无效，因为人都已经死去啊。啊，死去啊嘛，补偿啥，就是钱嘛，单单就是安尼先啊，对唔对啦？就是安尼先啊，啊，无你买啦，你对死者讲，哎呦，嘿，亲，一百万的这个对不起嘛无效啦，你讲对唔对啦？于事无补啦，你讲对唔对啦？哦，这是阿公的这个看法啦。好对甲唔对，咱作为网友吼，啊你家己去衡量吼，你家己去判断啦吼。那么伊伫个讲啦，死者家属今年过年哦，这个座位上哦，会少两个啦，吼，伊知影讲哦，做甲。再多的这个忏悔哦，嘛无法度人改变，伊杀两个人，
伊个即个事实的，吼、哦。那么嘛，无法度人弥补伊个即个过错，吼、哦，这是真好啊，这是真好啊。所以嘛，使讲我定定伫咧讲，伊有悔意甲无悔意吼，其实个什么不并无大啦。在我来讲，应当法律你都按照个什么你个法条你个处理就就对个，对唔对啦？你个看有个嘛是有啊，我有悔意啊。结果伊关关关关出来嘛是同款搁做啊！啊，你讲啥？所以有个人就是安尼生嘛，吼、哦。但是还佫吼、哦、要代表歉意的，吼、哦，并且啊，并当场吼、哦、向这个被害人的家属啊来道歉呢，吼、哦，这无效了。这被害人家属无可能，干哪有法度通互你道歉？早就互你道歉啊啦，早就原谅你啊啦，对唔对啦？想就知影，你对毋是？所以我定定咧讲吼，踮咧踮咧还袂判决进行，就对家属吼，互家属会当的时阵啊，对你的这个原谅、甲宽容啦。啊，过来第一审的，你还阁是有这个机会啦，好对毋对？啊，若过来就无机会啊，过来就是无机会啊，吼。敢若有你第一审判决，你就阁做啊。对不对啦？你阁无做啊？啊，第二审的，你讲要阁做，嘛无啊？对不对？啊，看你咧讲的有道理啊，有道理啊，就是无法度人改变。啊，无法度人改变，就是啊，就是死刑就死刑嘛。哦，那么被害家属哦，啊，阁伫咧讲哦，这个食的吼、哦，啊来污名化啦，哦。那么，贾依涵也即个律师团，哦，律师团呢，哦，还无简单呢，律师团过来呢，哦，我看伊爱请嘛爱钱哦，这是因厝的贾依涵，因厝的样啊爱开钱哦，无会算安尼啊，你甲想，啊，当然啦，是因厝的，当然是伊家己的亲人啦，当然，哦，伊绝对尽力开钱嘛都爱开啊，哦，这是临时上阵的啦。换准倒一个家庭，拢是安尼啦。你讲对唔对啦？阿宏你讲的，啊，有客观无啦？有客观无啦？对唔对？那么包括的孙啊，陈凯宏，李艾伦、王国元，啊，律师团认为讲哦，贾依涵确确实实甲陈进福有不伦的这个关系啦。其实哦，你讲不伦的关系，你搁安怎？你害死人，你搁安怎都唔对啦？你讲对啊，唔对啦？是不是啦？人个你敢拍，安都唔对啊嘛？唔管讲你话有理由对唔对？这法律就是安尼，啊个一般的这个判断都是安尼先嘛？是不是安尼先？啊，你刚才直直讲的时阵啊，甲陈振宏不伦恋，对唔对啦？啊，当场申请应该吼勘验陈的这个信心。别墅啦，吼、哦，那么陈送予伊的这个十七件珠宝，但是啊，高检署的这个检察官柯中荣，哎呦，这个阁是女性的，啊，柯中荣应该是女性的吧，吼、哦，认为讲的时阵啊，拢无勘验的这个必要啦，吼、哦，那是讲的时阵啊，伊知影这个物品，伊的这个牌色，嘛袂用个证明讲什么样啦。哦，这法官就甲讲啊，吼、哦，因为安怎讲呢？因为有去伊遐，对唔对？都除非当时的时阵有发生关系，对唔对？精液啦、物仔纸啦、什么保险套啦、什么迄才有直接的证据啦。啊，若讲迄种啊，都这个厝内都不，有咧敢那恁伊是快查某囝，你讲对唔对啦？啊，既然甲快查某囝，就是家己的人，啊，家己的人，你厝内有了解，迄个正常的啦。阿宏，你讲的对唔对？卖讲伊这个法官咧讲的啦。阿宏过岁就是安尼生的嘛。你讲对唔对？伊这法官是无讲啊，你这什么精液啊啥的，才有法度人去证明这。那是阿宏家己这个算讲讲出来，对唔对啦？哈、啊。那么。法官伊讲，即知影什么款白色拢无法度证明什么啊，无唔对啊。阿宏的过失嘛是安尼啊，对唔对啦？都除非我拄仔咧讲啊，有精液啦，有保险套啥物，有迄落才有法度人证明嘛。我、哦、还是讲你有翕看两个咧做爱啊，哦，这就是有证明啊，对唔对啦？啊，
无其他迄种物白相啊，有啥物啊啦，对毋对啦？啊，而且人伊搁认伊做查某囝，你讲对啊毋对？啊，这你要证明啥物啊？伊个白相个啥？那那毋啥？意思讲，伊有去厝个，有去厝个是要证明啥啊？啊，若安尼阿芳就讲啊，对毋对？人伊认伊做配查某囝，是毋是？你咧出入就方便啊，甚至无一定说是说好伊啊，甚至人伊咧股票是哪叫你咧炒股票，就是你是我个配查某囝嘛，对毋对啦？相关的这珠宝嘛，无法度人证明讲是单个送予伊啦。换阵讲，若是一单个送予伊，要是要安怎，都是伊个配查某囝嘛，对毋对？要在我来法官来讲，安尼嘛，毋是袂当证明啦。若证明嘛无效啊。安怎讲？伊就是认你做配查某囝，你讲对啊？毋对啊？你嘛是家己有承认啊？是毋是安尼先？那么听闻呢，这个买声吼，被害人个这个律师吼，这个。何金言吼、哦，痛批啦，即嘛无需要甲痛批啦，对毋对？你著按照迄落来就好啦，对毋对啦？那么贾一涵啊，搁伫个污名化私借啦，嘛无规范偷摕即个财物哩，吼、哦，那么无悔意啦，吼、哦，蒋文东即爱形容人啊，即合理个、啊，对毋对啦？哈、啊，结果伊也无形容啊，伊意思讲，生活是我个啊，法律上是无毋对。法律上是无毋对，你毋免害。即若是你毋是证明讲你有去人偷，去甲即个单个偷，对毋对？那呢，即就是你个，哦，伊要送互你就是你个，即法律上嘛是安尼啊，对毋对啦？哦，所以说呢，律师批啦，讲伊偷摕即个财物吼，啊，佫无悔意啊，啊，无刑就对啦，啊，被害人家属都认为讲哦，伊哦，就是贾一涵啊，应该判死刑啦。哦，应该判死了。好、哦，好啦，咱即马甲看，看高等法院安怎判啦。哦，后来咱国到这结束，期待下回讲这个网络，讲这個时间，继续收看阿红有所不同。再见，拜拜。